新州安华说不应质疑宪法，政府捍卫各族权利。南洋安华说技术专才可与全球竞争，昌明团结是大马富强。医疗外改报告，百万黑虎柔国37黑警，阳病已阴，系15岁。国民果认领袖，唱出第二宣扬爱国。随着电子烟的越来越普及，而且年轻化趋势，电子烟入侵校园的情况呢是越来越严重。现在就连这个小学生也很轻易的能够接触到。Oh, my God.
这一小包。